级杯团体组的前三名，你们是那个青啦啦队是不是？那还不帮你们同学尖叫一下，欢迎高一的，很好，这样气势就赢了，好不好？有人就把时间交给你们咯，好不好？好好的这个抚慰大家的心吧。沈佳宜退场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高音大民谣家社。OK， 那话不多说，让我们马上带来第一首歌，张震岳的《一开始就没退路》。知道你会哭泣。
谢。喂，上去了啊？哈哈，小客服，很可怕。要啊？不是哎，太难过了。还好啦。好，今天呢，第一个帮我们开场表演的是我们高应大的同学哦，很帅哦，有那种的真的很民歌的 feel。